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！名厨教做家常菜，窍门一点就明白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有请焦明耀焦大师啊，教咱们做五色养生粥。说起这个粥啊，我真是我可以多说几句，因为什么呢？我坚持喝了一年的粥，这粥太好了，尤其春天啊。我们今天啊，这个五色养生粥之首是红色的粥，叫做什么呢？血糯小枣粥。补心的，有请焦大师。春季汤汤水水不能少，粥品最适合人体的吸收。天天饮食精选五种颜色的养生粥，滋养您身体的五个部分，同时还对您的春季补肝护肝有良好的作用。今天我们推出红色养生粥。焦明耀大师最擅长用简单的原料烹制出四季养生菜，粥品最适合人体吸收。今天他将带来的是五色养生粥——血糯小枣粥。补心的同时还有养肝护肝的作用。咱们这样啊，先介绍一下主料辅料。今天因为红色原料嘛，哎，血糯，嚯，血色哈，一片红，哎，红枣，红色的枸杞，哎哎，为了使这个粥呢，它本身要需要粘稠一点啊，要加一点粳米、糖、哎、味、盐，这里边还有加点香油，香油。但是盐和味精呢，是一会儿拌小菜用的。哦。好，您想的真周到。操作方法很简单，但是它里边有些道理啊。对，咱们所说的五色养生粥、五色呢，红黄白绿黑。嗯，根据不同的这个颜色滋养咱们不同的器官。对，但是呢，说起了红色，嗯，说是一提红色养心。嗯，但是呢，现在是春天，春天呢，同样我们选择了这个在红色中有着较好的滋补肝脏作用，对对，既能够养心又能够补肝，滋肝哎养心哎。煮粥的方法、虽然简单，但是呢也有不同的方法。对，煮粥呢，有人喜欢拿凉水直接煮，哦，但是这样呢有一点小的弊端，哦，就是这个这样煮粥呢容易糊底，哦啊，所以呢我们建议煮粥的时候一般还是烧开了水来煮，煮粥一定要一次性加足水。哎，您看水、哎、稍微多来点，再来，否则中途加水呢，它影响它的粘性。简单的方法，但是很实用。嗯，我们把这个糯血糯，血糯，哎，白米直接下入。嗯，红枣呢，用开水烫一下，哎、去掉红枣的核。哦，来，走，加一点开水。嗯，哎，稍微浸泡。一般来煮粥，从道理上来讲哈，说是这个为了粥的粘稠度更好。嗯。锅开之后呢，撇掉它的浮沫，对，然后用小火呢，慢慢的，就是搅动它十分钟。哦，这个时候出来的粥呢，很粘稠。当然，这个煮粥的要求不一样，有的南方人呢就喜欢吃这种很这个，很清爽的那种粥。哦，就是选择的米呢，也选择的这个馅米，哦，油性比较少。但是北方人喝粥呢，喜欢这种黏黏的、浓浓的、对，稠稠的，觉得很有滋补作用的感觉哈。但是脚呢，它可以均匀受热，同时呢可以使这个底部呢不致粘连。粥呢口味有很多种，对啊，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做甜粥，对，那么血糯呀、红枣啊、枸杞啊，这样天生的适合做甜的。如果你要做咸的，它会觉得不清爽，对啊。如果我们做成那个，比如说做很简单的北方人尝试的莲子这个莲子绿豆粥，嗯，那么显然它适合于做本味的或者说咸味儿，对。今天我们突出这个红色的啊，养心，红色的，对，红色具有养心作用，哎，但是枣和血糯就是有很好的补血功能的。对 对, 对，因为肝是造血的嘛，所以它对肝也很有好处的。这个枣泡的差不多之后呢，我们用个东西呢，哎，把它核去掉，很容易啊。对，这样我们把所有的枣核去掉，去掉核的枣呢，我们把它放入锅中。对，其实呢，这个煮粥的时间呢，也是根据这个粥本身的这个料，哎，它的易煮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。对对，有的粥呢，比如小米粥，很快的煮出粘稠度来了。对，一般的呢是大火烧开之后呢，小火呢去连焖带煮，然后这时候我们把洗好的枸杞也加入，大火烧开，嗯，煎出来这个沫子呢，跟我们所说熬出这个粥油不是一回事，不一样的。哎，为了加快烹调速度呢，还有很多种方法。对，就是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提前浸泡，对，为了使粥的油量呢。还可以在煮粥煮好之前十几分钟加点油，哎，米粒之间一定要打散，打散可以，这样呢更容易粘稠。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用这时间做点小菜。对，喝粥很讲究，对，配的小菜呢也应该讲究一点。对，我们同样选择非常适合于春天食用的苦瓜，哎，杏仁，
首先我们将苦瓜的芯儿去掉，以减轻苦味儿。它就呛慢的办法。好嘞。它既可生食又可呛慢。为什么选择凉瓜呢？因为这个春季呢，这个是以疏肝补肝为主，吃凉瓜呢有很好的这个清热对疏肝的作用。然后把这个杏仁对，接下来我们将焯好水的苦瓜杏仁捞出，然后分别加入盐、味精和香油，搅拌均匀后搭配小菜凉瓜拌杏仁就做好了。我们这个小菜也拌好了，轻轻松手，粥也开始粘稠了。太棒了！我们做的虽然是甜粥，但是咸味儿、甜味儿，不管是什么味儿，尽量往后边加，因为特别是你加甜味儿的时候，它容易糊底。哦，好，冰糖不易融化，我们先加入。为了增加它的香度哈，和这个亮度，我们在粥好前十几分钟加入少许的油，这时候最后呢可以开一些大火脆脆。一定要讲究这个饮食的这个保健作用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加一点蜂蜜。甜味的粥呢一般用于这个餐后啊，加了蜂蜜我们可以关火了，加一些做一些甜品啊，既可这个热食又可凉用，有这么清爽的小菜，对，再来这么一碗这个香浓可口的血糯小枣粥。今天这个红色的这个粥补心，而且呢春天我们还注意紫甘，对，是吧？首先呢，春天非常适合喝粥，然后再加上这种苦味的，可以疏肝的苦味的杏仁啊、凉瓜呀、这样，而且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，这样配在一起呢，您春天早上起来喝一碗这样的粥，对，一定全天都会非常精神。其实我们也是想推出一种理念，这个粥可不能小吃，生活水平提高了。保健的讲究的是喝粥，就是您的保健呢不一定是从海参的鱼翅做起，要从点滴做起，从每天喝的一个第一口粥做起。对，说的太好了。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血糯小枣粥的制作过程。一次性加足热水后，放入糯米和大米一起煮制，接下来放入红枣和枸杞煮制粘稠，最后调入冰糖和蜂蜜即可。咱们下周三呢介绍一种黄粥是用什么做的呢，我先不告诉你，反正这个粥呢还是适合您春天用的。对，咱们下周三不见不散，再见。再见。牛柳是餐馆点击率极高的菜，可是在家做的牛柳总觉得差点味儿。粤菜大厨郑志强为您倒玄机，让餐馆里的招牌菜成为您的拿手菜。敬请关注明天的蒜香牛柳。